统一、全家等四大超商两年半前几乎同时调涨了每杯含乳腺乳咖啡5块钱，被公平会认定联合行为，重罚四家业者共2000万元。四大超商打官司救济，最高行政法院昨天判公平会败诉定谳，四大超商全部免罚。有关是不是有合意的这个部分，因为不容易取得，所以，我们在处理这个案子，我们是用那个情况证据、间接证据啊。这种方式再加以经济分析啊，来推论他们之间有一定有合意的存在。公平会对判决的结果表示尊重，但是坚持当初寄出重罚是经过间接证据，认为业者有连长的行为。四大超商则强调，因为考量到鲜乳和咖啡原料成本提高，所以才不约而同根据咖啡市场价格及具惯例调涨了5块钱，是合理的行为。